张馨予靠结婚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老公背景强大，最终成人生赢家，但是却没有人相信。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负面新闻和黑料伴随着张馨予在娱乐圈中也一直没有走红，没有翻身的机会。直到张馨予在一次跟军队相关的节目中认识了自己的老公何洁，这才让张馨予的人生开始转变方向。三代人都是军人，而我们都知道大家对于军人的敬意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家庭中如果三代都是军人，那可见这样一个家庭的背景和文化底蕴是有多么的强硬。所以张馨予老公背景有多么强大，我们也可想而知了。能够获得军人家庭的认可，我想张馨予肯定也是有自己优秀的地方。我们从张馨予在节目中表现也能够看出，能够狠心剪掉陪伴自己十多年的长发，在节目中的训练也是积极响应，刻苦训练，不怕苦不怕累，这样坚强勇敢的品质都深深吸引着张馨予的老公何洁。我想对于张馨予来说，最后能够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是一件骄傲的事情。无论之前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黑历史，至少现在婚姻幸福，老公疼爱，之前自己经历了多少委屈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在经历了一些昏暗的时刻之后，还是要坚信自己，通过努力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